盘点那些猝不及防的搞笑瞬间。干啥这么晚啊？我就进去喝口水。外面没有水啊？哎呀，外面水哪有你水甜？欢迎关。干啥呀？你瞅你给我当啥人了？那咱俩处对象那么长时间了，我就进去喝口水。我向你保证，我要是动你一下子，我就是狗，行不行？行，那你进来吧。你看，哎呀，进来了，嗯，爸爸，嗯。下去。你家条件真好啊，有面粉都涂脸上，我家都吃不起。干嘛？这锅真凉啊！哎，滚！坏掉了！哪有坏掉了？锅烧菜越来越难吃了，样子坏掉了，我直接换个新的给你。滚！滚！为什么吃锅烧越来越难吃啊？关什么关系啊？你在敲我理是吧？如何让自己女朋友有面子？喂，老公，我在我闺蜜家里，他们都说你是细狗，你待会儿过来可得穿霸气一点啊！家人们谁懂啊？我只是摔了一跤，这玩意一下给我整无语了。嗯。歌颂这种平凡，一当时常不欢堂中入。你干嘛？你上把锁是几个意思？你防谁呢？我裤带早不见了。你翻床睡也就算了，穿裤子睡也就算了，你还上把锁，你几个意思？你思想不纯洁，把锁给我打开。钥匙也早不见了。行啊你，你敢违背妇女意愿，你走着瞧。少女要钱，少妇要命，你看看我们两个想要啥。Did we think I'd gone to work? Sure. 寒江孤影，江湖故人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我每天都觉得你自己打个车回来吧，我在公司呢，我谈客户呢。这个女的厉害啊，这个女的厉害。你没事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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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吃溜溜梅，没事就吃溜溜梅。